因为前三千跑了9:30几啊，9:30左右，然后后面2000公尺跑了6:57，整个收掉了，整个收掉了。四名跑者不好当哦，真的啊，那我一个人拉强度很硬哎，对吧？其实没想过会再来第二次，对啊。那以后没练那么多，前面三千还是保守点，差不多了，对啊。但是主要是后面吧，因为我后段的那种速压力没有练那么多。就是算是因为五月回来的时候有一阵子低潮，快一个多月吧，然后一两个月，快七月中才开始恢复正常训练。然后其实，在恢复的过程中，真的很辛苦啊，很累。因为以前觉得说，同样的秒数，但是修长一点，但是也不见得会比较轻松，就还蛮，其实课表都还蛮硬的。所以今天这个成绩16:27是 SB 吗？算是吧，赛季最佳，算是吧，也值得高兴啊，算是吧，好辛苦了，对，然后我们今天带去加速，然后跟他讲一下，奥克马的伊斯克拉塞，奥克马的我们来加速，奥克马的，奥克马的伊斯克拉塞，今天开始，奥克马的伊斯克拉塞，奥克马的。